听听，色山，喝鸡汤，喝的多香，是吧？色山老不舍得出去，在产房里喂宝宝，一待就老长时间。继续喝吗？能喝就多喝。我再给你加点别的好吃的东西啊，不能老喝稀的。色山来。又给你加了点量，猫都在肚子底下，它没办法离开岗位。我帮你把它拿一边子去。嘿，哎呦，要妈妈吃点食儿，才有更多的奶喂你们啊！你别不满意，其实叫的最欢的、最响亮的，就是小老六。小老六生下来特别弱嘛，差点儿没活过来。你看色山急的呀，别叫了，小老六，尊敬妈妈好不好？妈妈多不容易啊。那小老六有点不满，他和五个哥哥姐姐抢食抢不着，目前。那老六还是以我们给他喂羊奶为主，老是不愿意，他觉得是他妈妈亏待了他似的。你这个也不能怪都怪妈妈呀，那啊你体质弱，你挤不过他哥哥姐姐，妈妈又不能给你单独开个小灶。我旁边这个就是小老六，系个小气管套。哎呀，小猫，你把尾巴放里了，我这太不讲究了。老六啊，你就在人家耳朵边子嗷嗷叫呢，震耳欲聋的。体质弱的猫就是得格外的小心照顾它，声音还大。我看你长大了，参加歌手比赛，你能拿第几？你瞅那五个呀，那这边有四个，那个肚子底下还有一个，颜色较深的，他们都在那吃奶呢，就老六，哎呀，他挤上去也占领不了高地，都被挤下来了。我帮你，主要是帮你妈，给他把盘子有个地方放。你看这小老六，就是他也能找奶吃，但是。他比较弱嘛，你说这个其他的猫一挤就给能给他挤一遍的去，没办法，是小孩从小体质弱就得被欺负被排挤，有时候妈妈生完了一看都不行，哎，合计合计算了吧，救你可能救不活，喂你也喂不大，那干脆就省下这点口粮喂其他的吧。所以啊，要是。没有铲屎官仗义相助，给他们喂羊奶，小猫很可能就没长大就挂掉了。现在我们也说不上小老六最后能不能完全成活，现在还是在危险期内，希望他命运也能像找到一样，能够逆天改命吧。色山，我给你再挪过来。别叫啊叫啊，被欺负了，哪个哥哥姐姐欺负你了？老二刚才刚从你的身上爬过去，哎，这小猫一天一个模样，长得也快，本身它们颜值就非常高。真的是越长越好看，你瞅着你这个大声音，你和我遥相呼应呢，咱俩还能整个组合呢，你是小老六，小老六喝奶了，先喂吧，哎呦，妈气的，哎，喂奶了，喂奶了啊。喂奶了，
没事，闪闪啊，那个小老六体重没增，反而还降了。然后看他吃奶，他也吃也抢不上，还能吃不饱不？你是给他放到他妈肚子上，他也不好好吃吧？我给你挤点吧，你是不是自己啄不出去了？闪闪呐，你别抢，你自己喂不了，喂不得好他。我们先帮你喂几天吧，让他体重增加上来，还行了不？睡睡，累了，这好了。嗯，小林都睡着了还，好了吧？嗯，给你擦擦嘴嘴，嘴和鼻子。有，给你拍拍后，拍拍后背啊，拍拍后背，管那家我的，用奶嗝打拍他奶嗝就好了。嗯，